把专业打在公屏上。我看好南京 Hero 酒精啊，是比较困难。我这条阵容我看好南京 Hero 酒精啊，只能说没有打的完，没有很完美。22分40秒，让我们恭喜西安 WE。我看好西安 WE 兄弟们，我这把稍微看好一点西安 WE。 算了吧，点击率15分49秒，让我们恭喜南京 Hero 酒精1-1战平比分。 Nice， 我看好南京 Hero 酒精。兴奋的站边，我也是觉得可以稍微相信一手。一分钟不到点击率，让我们恭喜西安 WE。我看好 WE 的原因是什么？我看好 WE 的原因是，我觉得他上路那四级那一波只要顶住，只要心恒到四的那一波 ，WE 顶住了就好打了。15分51秒，让我们恭喜南京 Hero 九进，2-2战平比分。我打他前排，我赢这家陈金三，这两个前排他不好扛的呀，我发育起来，我就清线，我就保着他，保着这个陈金三无限转。太乙真人也是五五六的招牌，视野很重要，视野开好了，五位前期就找不到什么很好的 gank 机会，对，就没有什么节奏。但这把他有个陈金三，一个发育型的打野位，我看好西安 WE。怕就怕什么？怎么直接嘎了呀？16分48秒，点击地让我们恭喜南京 Hero 九进。南京 Hero 九进。我觉得猫咪好打，猫咪打西施，猫咪好打。就看 XYG 他们在后周围的这两手，我靠，DYG，恭喜 XYG。翻盘成功，最后这一波还得是你呀 ，XYG。九月的宫本啊，一个人从中路就摸上了，有你呀大鬼吧？什么东西逃跑的过？有鬼！这怎么翻了呀？做了个不祥，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？一个九月，他丫的把双 Z 给切了，什么东西？一个宫本武藏都不够啊！我看好叉 YG 啊，不会被小压，大不了就是损失线。我看好叉 YG 啊，也可以。哦，车打了他一下，再转一刀，但超级兵太肉了，超级兵再锤水晶了，库奇他没有办法守住，让我们恭喜深圳 DYG。我的天哪，最后。